让自己崩溃，从不回首，也不觉得需要回首，没有值得留恋的，因为最好的还没来。但是今天我知道不会来了。我对自己所有的理解都是误判，我对生活所有的想象都是虚妄。我不会再有更好的，不会再有。我这一生和所有人一样，在长长的队伍里，连我那一小把糖，队很长，我没有排到。我这一生和所有人一样，在长长的队伍里，连我那一小把糖，队很长，我没有排到。我们走兵工吧，要选择地方，选择亚地先回。我想还要背。啊，刚才选择九八号来，送这些。等等，我理想。我理想来你这样。这个别哭着。For me? Hmm. Together? No? No. I can't be a teacher. I'm going to send you. Yeah. I'm going to understand, okay? What is yeah, yeah? I'm going to get you. Shut up, shut up, shut up.那老头子已经搿副样子，你不要来我了。哎呦，爷叔，那我就看不起人了。阿拉爷老头子老欢喜你这个，天天辣盖屋里向理我大个，好吧？哎呦，还理！哎呦，白老师子，哎呦，白老师子，好老板，兄弟啦，好点了不啦？啊，我好看了，我好看了。那陈叔叔来啊？啊，我了好个大师侪陈叔叔。白老师吃的块不是养老院。哎呦，养老院比搿搭句多了。啊？哦不，白老师，十点钟记得一起啊！我谢谢啊，谢谢啊！刚刚跑了，哎，不要问，哎，侬娘去，娘去，那小张也不容易啊，碰着搿种人真出眉头了。哎呀，来去，来来来来来，晒晒太阳啊！呀，亚历山大，嗯，家早爬起来了，还没困觉啊，老吴。侬老家呀，也调胃口了，欢喜淑女了。喂，跟我年轻辰光一样啊，上海女人对吧？我表头一夹就夹出来了。侬讲啥？哎哟，窗子下头侪看到了，老清老早跑出去，慌得来，脚一别，高跟皮鞋都跟一别都掉了。哦，哎呀，老吴啊，侬老是打听人家隐私啊？啊，
别吃了，拿了盘子到外头吃饭去。我讲亚历山大老熟，好吧？阿拉年轻人之间啥么子侪讲啊？老熟啊！啊，跟侬把房租交他。啊。哎，搿条短裤蛮骚的，就是两条腿太细了。哎，我跟你说，健身不练腿，早晚要后悔。上去。哦，坐上我，老好啊！哎喂，上趟我帮侬讲个事体，想清爽了不啦？啊，不来塞，不来塞。噶好个话，噶深个艺术造诣，我把他天平讲到老年活动室里向转来，搞把阿姨妈妈勾个台布拖把电视机套把来，太潮湿吧？我觉着蛮好。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上帝，我都帮侬寻好了。侬个堂堂个艺术家呀，一不混圈子，两不办转来，蹲了村里块搞人家画图，电影也没嘞。这电影，还能坐不起，那我跟侬讲喏，搿是画图，搿是烧菜，搿是打鼓，搿是写诗，搿是做老师。侬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侬摆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侪代表不同的画布。我老早帮侬讲过了，我是杂家，不要讲啥艺术家。格子，人格魅力。克老弟啊，侬今朝哪能啊？高三个分哦？高，高啥么子？克老李啊，侬搿画啥物事啦？何老师，侬看勿出来啊？介太立体了。你再画张。何老师，侬紧张啊？我有啥好紧张了？那对我老公呢？上趟勿就帮侬讲过了吗？失踪了，寻勿着了。失踪一个号头啊？搿绑匪赎金开出来了不啦？要赎金嘛，我就直接帮伊拉讲，撕票呀，拆脱喏，拆得来粉粉碎。那老公外头有人了，有人不就有人好了？根本我外头好有人呀，我又不是小姑娘了，对吧？啥看不清啊？我现在是最好的状态，有钱有闲，老公说句不要太灵哦。别干了，哎，那不活了，开始讲闲话了。老公是掉行头了呀？啊，你是飞行头去了呀？来了，哎呀，领了。快点送好，快点哎，阿达，你好，老师侬好，啊，搿才弄个出征，啥弄出征？我跟㑚妈准备了趟。哦，啥弄？哎呦，搿种又勿是侬个事体啊！哼，是不是？哎呦，搿种物事侪是外国人扎。外国人穿我也好穿呀。侬勿是一直扎搿种 polo 衫吗？搿种色一啊。啊，色一搿全面。搿种侪大型货，我偏偏外国缺西。侬帮我打只折。不是，侬个短裤侬不要了，侬是特为帮侬进，你弄个什么头呀？那条可好，就那条可好。我扎红短裤嘞，啥？还是我个短裤在打起啊？啊，干啥子吧？谁弄个出征，人家不好扎啊？搿太多了个。哎，
哎，老板娘。哎，老师来了吧？哎，哎，高老师啊，上趟了那屋里吃个陈皮包子糕，我去烧了趟，觉着味道不大对啊。侬搿陈皮啥好对勿啦？上头有人放生，勿是要刮它油。侬炒过辰光对勿啦？放眼香草、甜甜香味道。好啊。哎，好。哎，老板娘，哎，当时头不是来了得了对吧？来了得了，来了得了。搿还有一个礼拜就过去了。哎呀，侬是烧小菜的呀？那侬告我嘛，烧红烧肉不要摆水，摆啤酒，烧出来色香味哈的啊，对吧？这个大地方，大出来想去什么想去玩了。我这头打得个湿湿嘞。伊拉搿个节节头啊，叫花花是比比绿啊，灵得不得了。我请人家喝酒哎，侬把他弄得来这么小窍门了。人家喝酒清爽，人家是女人啊，女人吃红酒，啥人去喝？啥人告诉侬搿女人有度数要低眼？哎呀呀！哎，侬让人家小姑娘做干什么生活了？啊，你别管了，她的工作呀。哎呀，啊啊！给你带来点吃的东西啊。哦，是。那啥呀？我把东西放哪啊？另外几块。抹布我这很多的啊。什么抹布啊？夏天到了，给你买的外穿的短裤呀，很凉快的。不要不要不要，纯棉的，外贸的呀。哎呀，谢谢叔，谢谢叔，没事啊。对，哪样子？OK。哎，洋洋。啊？这个话剧你看过啊？哦哦，这个我有认识的人，给你两张票啊。啊，不用不用，你看过吧？特别难看，特别无聊，我不推荐看啊。我有一个朋友说，他看这个戏都看哭了。那心里有问题吧？别瞎讲。但这个小说挺好看的，就是改编的太烂了，三个人出来磨磨唧唧。还有小说啊？啊，一般人不知道，就跟现在好多电影一样，明明是翻拍的，但宣传的时候不提，你就不知道。你说哪个？我们昨天看那个。昨天？怎么了？哦，谁昨天陪你看电影了？哎，狗陪我看的。哎，你是不是修过眉毛了？一直都这样的吗？你眉毛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啊。啊，你也养眉毛？什么野眉毛？眉毛还分家养的、野生的。一个大男人，你拔什么眉毛了？我为什么不就拔了呀？啊，你不喜欢就拔掉啊？你的小姑娘都没有拔眉毛。啊？她哪能算小姑娘了？比你还粗糙。我怎么粗糙了？你不要让我看到你化妆啊！我没化妆。你吐什么东西了？我每天洗几百个杯子呀，手都裂开来了。啊，我的手都洗了三四十年了，也没有涂过这个东西。那这个给你了。我不要。走了。走。走。好，谢谢啊。买单，买单。短裤都给你了。哎，是用汤路185。啊？185。哎。啊，晓得了晓得了。哎，那千万不要讲是我讲啊。哪个讲的？啊。谁问啊？正好来我家，我认得来了。哦，啊，我正好路过的，帮你带样么子。搿行字我看侬蛮欢喜只话剧的，搿是原著小说，字比写好看。哎，侬哪晓得我住辣头啊？吴小玲讲的呀。伊跟侬讲了啥？伊讲侬离婚，单身。小人辣讲啊，搿么侬跟伊讲了啥？我讲介好个女人，漂亮、温柔、嗲。没啦？没了没了。还得做只签名的嘛。啊，搿是我冒充呀，侬勿欢喜客套了。哎呦，阿娘，晓得是我啊。哟，发么子来了？是朋友啊？
哎，进去再讲呀。上来上来，侬饭吃过了吧？啊？哦，我还没做嘞。搿搭，喏，就搿盏灯喏。哦。当心啊！啊。我倒脱了，侬倒脱做啥了？哎，奇怪嘛，侬一倒倒脱，哎呦，钞票没在这里，派头倒蛮多哦。哎，我跟侬讲哦，我摆了冰箱里烧个菜，侬不要随便跟我倒脱，好吧？侬不吃是可以的呀。一碗红烧肉，我前天是刚刚烧好的哦。真是，我跟侬讲了多少遍了，吃多少么烧多少呀？隔夜再去点热来热去，要吃了伤眼的呀。眼我又没逼侬吃了。再讲隔夜菜吃了伤眼，阿拉这帮人呢，哎，吃了一辈子嘞，也没讲吃了隔夜菜伤眼啊。哎，侬住了我屋里向不隔夜吃我的，阿拉事体也介许多了。哎，啥叫我吃侬的啦？屋里向物事不是我买的，生活费不是我拨的，光的。侬拨了几钿了？吴小勇的老公帮伊拉丈母娘买了一套普通的房子，侬呢？嫁了一个外国妹婿，房子到北京去两套了侬。我哪能生出来侬搿种讨债鬼啊？啊，这个线路问题，我到门外头问。算了算了，不要管了，进来再讲。啊？进来呀。十三房，进去了吗？坐下来，来还做啥了？哎，我还是先跑了，不大方便。啥意思啊？看好白戏要跑路啦？啥白戏？阿拉妈教训起我了，好久结棍了。噶好折腾，坐呀坐呀。啊。哎，搿房子侬勿搬出去啊？嗯，离小人读书近呀。搿人勿是到国外去了吗？回来啦？哎，小朋友来来来。还没起来。来吃巧克力。叫白老师好。白老师好。你好。你报啥呀？报我读的呀。几年级？报阿雅阿娜阿婆我读的。搿是几年级？啊，我准备开只画展。是啊，侬上趟不是讲侬随便画画的嘛？哎，画展也随便开开的呀。哎，侬勿盯了还吃巧克力？单子没了吧？作业做脱了吧？啊？妈呀！哎，侬是外国人哎，外国人问考不及格，侬好意思伐侬？快点，书拿出来，帮侬单子抹脱。今朝单子抹没脱，夜到勿困觉啊。哎，你啥国籍啊？英国。跟阿拉爸爸勿帮伊讲英文啊？我西南人事体勿讲。啊，勿急啊，今朝自家讲。十个啊，快跟侬出来。准备好了吧？冷静，静一静，距离，保持距离，后悔，后悔做一件事。你在追我妈妈？我们是朋友，是好朋友。个朋友啊？你怎么不讲英语的啦？会讲呀。会讲英语还考试不及格？会讲不会写，卷子太难了。卷子太难了。I know a person who's meaning。想好了吧，你要困。这是错啊！哎，这错啊！妈呀，侬脑子里啊里？我先跑了。好呀，那么侬先走。妈呀，跟把老师再会。拜拜。哎，侬下周啥辰光开了？来啊里得开？下周快了，我到辰光帮侬发条信息好了。好呀。哎，侬晓得吧？搿辰光吴小勇装修新房子，发了交关年头计划拨我，想叫我帮伊改两副。
结果我一眼就看中侬的画了。为啥？因为我觉得侬的画风和伊装修风格老搭的。伊啥装修风格？我帮侬问收。啊，好，谢谢啊。啊，谢侬啊。哎，搿双高跟皮鞋就是上次侬穿的啥对伐？我帮侬修一修。哎，我自家修了，侬摆了还？没修，没修，没修。搿么侬还有只问题啊？我搿只又没忘脱了。不行，我比照一下。对吧？You take me on my dreams and we can use the song. I wish you understand we have lonely love. I say, you are my crazy eye. Sometimes I see the sky and wish in a perfect song.We can stand in and dream on next to you. You say it was my crazy eye. Maybe time isn't cold. Dreaming was bros, you know. And you've taken them both. So fully stored, you know.Gonna be a dreamer, sometime be the spaceman. For the first time, don't get out. 搿只地方是个啥地啊？搿只地方哪敢被误区了？一样的呀。现在搿只地老早是哪座地啊？工农人去做呀，搿个外头店老早的事体，现在叫做展厅。搿搭可以来几个人啊？就是蹲勿牢几个人，也辣排队。老早外头店专门出钞票寻人家来排队，哎，这叫饥饿营销。既是排队，队排老长，人家排到的，哪都排勿到，还看排五转，出去吧。我没你讲啥子。你看，三十七亩啊，白白啊！哎，离婚多少年数了？你看还要我来修鞋子？不管啥人啊，白老师，搿个勿合适侬啊。哪能勿合适？啊？见面就爱，正品哦，一万多块，侬养得起伐？啊，搿啥只要一万多块？那句名言侬听过伐？你是哪养老头子讲？啊，搿趟真的勿是哦，搿趟是关于见面就爱。哪能讲？你不是中年，你看个鞋子穿得噶久，还没伤。Every woman should at least have one pair of Jimmy Choo in their lifetime。每个女人一辈子至少要有一双 Jimmy Choo。搿男人呢？搿男人要啥物事啦？阿拉女人没介好屁股咯。瞎讲，男人要了更加多，更加戆。好嘞，你吃啥咖啡啦？好吃鞋子嘞。现在啥辰光啊？我 coffee time， 晓得伐？侬咖啡里头会得有个皮鞋味道。日常搬出来，好不好？坐吧。找谁？哦，我找吴小云。好，找云姐。云姐，这边有找。白老师。啊，是侬来了，侬叫啦。白老师，我能这样，不好意思啊。阿拉各个公司前一个下家手提对不啦？临时来不了嘞。我想侬不是现任下家吗？反正侬空了海，空了海嘛。不接，我是空了海。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你告诉我。你现在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去跟导演说，怎么说，怎么跟客户交代？还有多长时间？三十五分钟。哦，是。赶快催。哎，好嘞，好嘞。我老师侬哪能来了？哎，手机啊！我叫侬寻个没有，上次打手机，侬寻白老师做啥了？那伊空了海呀。没劲，我空了海呀，就用用手对不啦？我要调衣裳嘛。真的可以啊？可以，可以。跟门上了。
哎呦，傅老师啊，老师啊，啥光养小妮？不是一样啊。走，我们在里面做功课啊。妈呀，那爸爸你呢？那多辰光见面一次啊？侬跟阿拉爸不熟。我跟他妈妈能不熟啊？不熟哪能会得拿侬交拨我呢？根本能跟阿拉妈几岁？好，这个我要好好教你一下了啊！你以后长大也有用的。什么是绅士？绅士是不会猜女孩子的年龄的。啊，如果女孩子一定要绅士去猜，绅士就要往小里面猜。所以我讲啊，你妈妈只有40岁。我妈38。啊，那你妈妈什么时候把你送去英国啊？不是送，是回，因为我是英国人，所以就是回英国。哦，那你妈妈跟你一起回吧。他不是回，他是去，因为他是中国人。你把这个仔细的镜头用在英语上面，你考试就不会不及格了。考试算什么？等我回英国，英文就好了呀。我还是中文最好的英国人呢。嗯，跟侬想回英国不啦？为啥啦？我欢喜英国。侬不欢喜那爸爸？你还想吃什么东西吧？不吃了，那我们做功课了，好吧？来来来，那继续啊。哎呀妈呀，你这样子，眼睛会弄坏掉了。你盯着我，做不好了。好好好，我马上消失啊。啊，老爸！哎，老婆来了！哎，那好 ，Peter， 老咖啡嘞！他不好停在这里的啊！推走！我一直停在这，我人不走，一杯咖啡辰光。那也是不行的，推走！你讲，今天老板娘我停在这个，我辣在吃咖啡吃了10年了，一直停在这个呀。听老板的还是听我的啊？啊，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推走！侬个人，你再不推走我叫人了啊！哎，侬要把伊搞了，那我走！哎呦，那么忙，慢来啊！搞不好，搿地方越来越不好不像了，越来越没人情味道了。啥地方一个中饱酒吃人来管这个啥了？哎呀，人家要吃饭的呀。那么阿拉变成工客人，伊拉变成工主人了。好，哪里得来啥主人了？往哪头数两代三代，侪是从外头来的，侪是客人。反正看来啊，上海搿座城市已经不欢迎我了。搿么欧洲欢迎侬了呀？那么索菲亚罗兰欢迎侬。我放心，等我事体办好，我就回去回欧洲去。哎，搿索菲亚罗兰现在多少年纪啊？90岁有伐？今年是85。去年子也拍了部戏唻，伊拉儿子导的，叫《来日方长》。伊拉里向有罗莎夫，是根据法国作家鲁梅罗兰的同名小说改编啊。那个辰光法国人也拍过一部，现在是翻拍。还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哎，搿种事体侪是伊讲不弄清啊！我推特高头看得来。搿么也记得侬了啦？不讲是讲的啦，伊妈妈听侬相信啦。侬开心就好。我想讲侬做眼事体嘛，也不配合我。哎呀，侬看个地方还勿适呀？我讲听啊，我有讲侬寻一块地方，搿趟大手笔，如果德国女朋友开，啊，勿塞喇叭了。哎，哪一个叫你把车子停在那块的啊？不好停的，推走。好，我走。各种地方我蹬不下去，再蹬不下去。嗯，不行不行，我来把。对吧？妈呀，做功课啊！妈呀，想侬啊，白老师。伊功课侪做好了，卷子做到阅读理解，作文也没写，前头我侪放伊检查过了。哦，真麻烦侬了。没想到侬心介细，不要紧呀。妈呀，阿拉回去了。啊。哦。哎呀，我乖乖皮也买出身来了。哦，不要紧的呀。我夜到等侬回来拿好了。
妈呀，快点，阿拉走了，跟白老师再会。妈呀，再见，拜拜老师呀，快点。走了，跟白老师再见。拜拜。拜拜。老伴，马在。咦，哪来了？哎，你吃啥饭啊？我吃了，我屋里向烧好了。我送送侬啊。那在干许多啥么子啊？妈。剧组为电影折磨你，屋里向妈妈压马蹄。刚打算倒出来，没吃饭啊？应该也吃不落呀。白老师哦，要讲起来，搿桩事体也怪侬，搿玩笑好瞎开了，你还吃得把变成真的嘞？开啥玩笑了？搿种事体我也不晓得好帮啥人讲，家丑一桩，也只好帮侬白老师讲。但是白老师，你千万勿好讲出去哦。我是啥事体了？我跟废物老公不是失踪一个多号头了嘛，侬晓得个呀？哎呀，我也是无所谓啊。伊前头一枪没打过只电话来，卫星电话查不着踪迹啊。伊帮我讲，伊要做眼大事体，叫我下趟也不要小看伊。我讲侬上上啊，不晓得啊，白老师，伊自从帮我结好婚以后，真的是游手好闲，做生意小生意小呗，大生意大呗，我对伊眼也不抱希望。不过伊。马相嘛，长了是有点帅了，起码是比我小两岁。干嘛四十岁的人了，对吧？侬好好照顾你姐，不来塞吗？哎，高丽，上上好的。你跟我讲，你单位高中同学叫伊回趟台北，要拨伊眼大事体做做。去土耳其，辣盖家啥公司开车子，跑东欧路线，也不晓得啥公司哦，神秘兮兮。哎呀，我是不去过，伊随便伊去了。就来刚刚哦，打了只电话来，又是卫星电话，接起来就喊老婆，救命！我讲侬上上万雷鸣里头有啥好救的啦？老婆，救我！我老师侬不晓得，连我没讲光，电话就被抢过去了。还是一个台湾口音，慢悠悠的讲，伊老公现在在澳洲上。来了。呀，白老师，侬有客人啊？啊，搿是葛老李啊，我学生子，我高一我大啊。搿是李小姐。啊，李小姐是吧？来来来，进来坐呀，别在那门口了哈。来来来，进来进来，不要客气。我帮侬去泡杯茶啊，侬要吃黄瓜还是红瓜？哎，侬搞嘞，侬是客人，哪能好让侬泡茶？那不得个呀，白老师，俺们快洗干手了，对吧？那么我来打水果。拿手拿手，不要客气啊，坐坐坐。你坐呀。妈也困着了。哎，家也还不困觉，做啥啦？我不晓得用的。白老师，来来来，水果拿好了。哎，拿开眼，我放水果。哎，那不要客气啊。啊，随便吃。哎呀，要收脱了，不好意思啊，刚刚哭过了。
通过不得讲啊，伊拉可以讲啊，伊拉老公被人家绑票了。哦，根本要报警了。哎，我哪没想到了，还可以报警呀？不好报警啊，不好报警啊！跟我关注过交关趟数了，而且伊拉辣盖土耳其，不，老师侬晓得的呀，跨国境了，欧洲、亚洲各跨一半，而且阿拉老公台湾人，搿上海警察管勿着的呀。那么就联系大使馆呀，土耳其大使馆中山西路高头老近的呀。搿大使馆晓得嘛，等于报警了，报警没撕票呀。我跟老公哦，是没啥感情的，搿种相逢勿过的状态也交关年数了，但是。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跟眼睁睁可以死掉了外头，可我还做不得，太狠心了呀！哎，不是，搿现在绑匪问侬要多少钞票啦？25,000欧元啊？人民币呀？不是。钞票数目不大哎，土耳其到上海一张来回机票还要10,000块了，不打过去呀？不好打过去哦，万一打过去钞票收着了，再问我申请，再问我要钞票，你好了变成无底洞了，白老师啊！所以我叫侬报警呀。这是 French couple. Oh, really? Where did you meet?Somewhere you should. Oh, hey, gorgeous. 哎呀，你是他。Hi, hi. Interesting. 亚历山大呀，意大利人，搿搭个租客，伊蹲了啥个啊 talk show 里个啊 talk， 反正就勿晓得做啥，一蹲还蹲了两楼亭子间还是小房间啊？哦，侬来过搿搭个？老房子嘛，侪只格局呀。侬哪来了啦？叫㑚娘勿要再拨我物事了呀！哎呀，又拨了你过去了啦！而且侪是侬用了一半的，侬晓得伐？勿晓得啥意思，跟打错搞花子啊！怪不得我物事侪寻勿到，我还我已经帮我讲过交关趟数了呀。侬用心思跑大个呀？总回去休息。哪了？眼圈哪能还黑出出的啦？我帮侬讲了廿年了，搿叫卧蚕。嗯。贝贝是吧？今天是不是今天总帮侬泡杯茶啊？今朝夜里向开妇女大会啊？有事体商量。哎呦喂，还老老妈妈吃的快，老老女就觉着了，辣开 party 啊！贝贝啊，哎，我上上雨没碰着了，对，快点快点，老去老去。来蹦蹦。搿老刘啊，哎，我今朝领个。我没听到。光彩夺目，领个领个领个。各位小姐，新面孔啊，新面孔。啊，李小姐，有吴小云懂了。哦，侬好侬好。侬好。哎喂喂。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老吴，中欧贸易代表，法国公司中国总代理。啊、哦，我也法国公司广告制片。对面萨布莱法贝里啊。侬大概看到美女在眼中。我灵的呀，灵光的呀，听得懂啊，灵。哎呦，我离了婚的过去10年了，搿闹忙我就勿干了。哎。走了走了走了啊！别别走别走，这有啥意思啦？哎呀，那个那十几块才离过婚啊，阿拉离婚去，滚开！人家有事体了，人家走呀。老公叫我留下来吗？那么我就留下来吧。反正今朝夜里向我也没啥事体，就留来吃眼老酒。好好好，快！我听老吴讲过交关趟数了啊，前妻贝贝，领啊领啊！老吴电话做啥啦？我又不是老吴前妻了。我倒是想叫侬做我前妻的，我没福气呀。做前妻有啥意思了？要说我真离婚去。哎，那我讲不讲有意思了侬？侬现在年纪是不开始好吃香烟了？哪能了？哎，侬叫人家 relax 一下，对吧？就是。算一算嘛。算一算啥？来来，吃完。啊！听说侬要办画展啦？小罗美罗老师的视频办画展，门槛介低啊？哎，贝贝，侬这个叫个人偏见，这个领域侬不懂啊。是呀，白老师的视频比起美心中老巨星要高多了。是呀，伊就是不晓得推销自个，否则老早一步抚养到欧洲去了，啥地方有空陪了拉吃老酒。侬办护照，我的几副要拿出来啊。刚刚想多了，侬个几副我老早就管脱了。老爸，今天穿衣服的风格有点变化啊，奶奶走清纯路线了。啥年纪了，清纯，不要面孔了。我老师不要太灵哦，哎呦，搿洗料勿比搿亚历山汤差哦。我啥洗料，侪圆的。白老师平常健身伐？不健身就吃喝菜喏。
有句讲句哦，老伯帮我烧了十几年饭了，辛苦还是蛮辛苦啊。所以我叫伊拉不辛苦。不辛苦啊，现在已经脱离苦海了。哎呦，搿大鹅领了呀！没有个九年有做，快去买箱海参哦。老伯最老句啊，不是大鹅，是五斤豆腐汤。人家烧个侪摆牛奶、豆浆，伊啥物事勿摆哦？哎，伊就是鱼、豆腐，还有一般性的佐料，烧出来个汤哦，又白又浓，吃鱼汤补哎。所以我人家侪讲我皮肤好哎。对呀，我经常听吃哎，勿太补哦。像我这种不熟饮食的人，差点拿奶水吃出来。哎，那你先不了得了，那不要讲了侬，我不烧了，不烧了，好吧？封厨了，饭之鱼挂靴，我挂锅了。不要呀，白老师，阿拉还没喝过嘞。就是讲呀，白老师，我也没吃过嘞，老婆也吃过了。哎，老婆帮我炖了十几年了，从来没人菜的，现在一分开，哦哟，比我抢手货嘞。侬不要瞎讲我讲，搿菜售货用出大菜师傅勿得假的咯。当然得假的咯，我出来嘛就是要挑大菜师傅呀。不过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是的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着队六个号头啊。搿么有人出来了。搿上饭还有夜猫抢哦！侬干啥呀？上饭啊！不过不管哪能讲，阿拉来吃饭的嘛，顾客就是上帝咯。没听说过上帝下来一盘菜打起来，还是盘上菜。我是最不欢喜跟人家抢了吃嘞，抢了吃香。哎，那好了，过脱了。我觉着其实做只夜猫也蛮好。对吧？想去啥地方就去啥地方，想做啥就做啥，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根本我大餐也吃过了，吃吃上饭哪能了？吃好么呢？嘴巴一卡，头也用不着会暴露呀。高老瑞，啊，侬没小人啊？没呀。一个女人搿辈子没小人是不完整哎。搿么是骗局的呀？跟我也好比的呀。喏，一个女人搿辈子没蹬脱过一百个男人是不完整的。一个女人搿辈子没赚到过一百万也是不完整的。一个女人搿辈子没为自家活过，也是不完整的。一个女人搿辈子没浪迹过天涯，也是不完整。对呀，来胖姐，来没走了有了，要造反了。一个女人搿辈子没造过反，是不完整。好了，好了，要造反就算了。那我去拿个筷子了噻，快点快点吃嘛。还有啥别个热的味啦？就是要么五斤米了。这么弄对不啦？什么呀？老婆，我现在有的五斤米。这个白白五斤，我刚才Stranger. Hi, h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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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oss Zhong, wonderful night.白老师，我懂的哦，人家屋里向照片间不好随便用的，可是我老清老早出去麻烦。其他人呢？侬眼不记得啦？老婆一个一个就差都送回去的呀。搿么侬呢？我不是辣盖搿搭吗？夜里三郎，我到楼高头去吃早饭。快了快了，快到不啦？哎，今朝房租交出来，快点！啊，好吃。白老师，忘脱了，快吃。哎呦，哪能啦？手臂把按摩脱了。昨天想一想。侬放心，我是会得讲出去。
放心。昨天夜到，俺爸都梦也不记得了。我应该不会的。啊，真是白老师，侬也晓得我个人的呀，我又不可能主动的了。哎，白老师，侬个我几点一发了？几百块到几千块侪有啊。侬介便宜啊？啊哈。那个才买不啦？嗯。哎，那个杯子我要了。哎，这个三只豆子呢？哎，给我要了，我这钞票不弄。侬欢喜弄什么弄？哎，不能塞，可以不尊重侬，人不可以不尊重艺术的。送不弄，我俺家昨天夜到头对不啦？我为了昨天夜到嘛，我更加要打钞票不弄嘞。最好了，等我让侬跑了啊！不，哎，俺没干这个呀，我们就不要弄事，不弄好了。哦，啊对嘛，有什么事体是不好特劲啊？那么屋里向有眼事体，我先跑了啊。啊，好。今朝下午嘛，我就不来屋了。好的。钞票记得收啊。哎，用我钞票呢，真的不需要。哎，不不不，需要。哎，不对，侬个太多了，太多了。什么？哎，不是呀，不是啊。侬看看，侬看叫人家白老师。再看叫侬自家，身配练了噶好，有啥用啊？没用到正路高头呀！对，那我是把人家表脱了咯？不是，不完全是啊。那搿是买我钞票呀？侬搿能介人家买可以呀？勿，搿真的是买我钞票啊！我有啥好表头了？哎，勿好难看勿起自家哦。对，白老师，侬太混洋，人家可能会得讲阿拉欢喜白相，但伊拉勿晓得阿拉欢喜白领白相。瞎讲啥人跟侬一样？蛮好朋友关系，把那讲得来噶龌龊，帮忙，侬搿条做朋友啊？两个头夜里困得高，天醒过来，这有眼事体没发生过，搿哪条做朋友？哎呀，不是，伊讲伊是夜猫呀，伊吃好子，咔咔嘴巴，拍拍屁股，转身跑脱了，伊自家讲的呀。但是侬不了解女人，伊拉讲是一桩事体，想了嘛又是另外一桩事体。对的，搿个钞票我收不收呢？调子我肯定不收。想当初多少女人为了我花钞票，哎呦，买房子、买车子，我吃不消。我讲不听，我是有点大男子主义啊，不好让人家养成这种习惯。女人的男人花钞票要花出年头来的，世界高头多少女人为了男人倾家荡产？上海女人为的啦？错，不拨侬用，不代表不拨别的男人用。女人的气量讲是花出来，阿拉三个头站在一道，不来事的。哎，杨先生，侬看到下头有啥高跟鞋吗？啥地方嘛？我讲就在搿搭呀，我还要为了侬再寻别的地方嘛。啥光开少跳汤个？女人搿辈子没跳过汤个，就是不完整的。这么多好的地方，那我去跳广场舞，还寻只武搭子。侬迭个人从来没动过我。我哪能会得？搿种装腔作势物，侬最欢喜。讲搿话有意思？哎，侬看那个小姑娘，叫王君子。来吧，把那女子来吧。不来噻。我妈有没有给侬上高跟鞋？对的。啊？又不是我没事，我要做啥？我拿伊拱起来啊！大头高嘛，我想想侬还是好用的，就还拨侬了。高跟鞋子，我应该用不着啊。哎，人家没事，侬问也问问，随便乱问侬。跟不我了嘛，就是我没事了呀。我想哪能就哪能。哪能啦？老太去讲呀，帮我讲有啥用啦？我帮侬妈讲不通呀。老太忙不通我呀，我有啥办法啦？我是没帮侬妈讲，俺两家头为啥离婚？侬哪能不讲女人搿辈子没犯过错是勿完整的啦？讲得
讲难听了，侬搿桩菜准备讲多少遍啊？我只不过犯了一个全世界男人侪会得犯的错误。哦，男人碰着搿事体就看原谅了，我就碰着搿能介一趟，侬拿我离脱了，侬心哪能介狠啊侬？我是个讲原则的人，我外头再白相，我侪是拿屋里向摆了第一位的，何里桩事体勿是搿能介？侬是帮我烧饭呀，帮我烧饭侬也开心的呀，我帮侬做过交关让侬开心的事体，侬侪忘记脱了侬？我没忘记脱呀，我没讲我不开心。我会得帮㑚娘讲啊，叫有趟头勿要再拿物事来。谢谢啊。嗯。梁安排，你只好马上新的了。这要一万多，没两万块嘞。我马上 A 货算了，一般的人亏不着。A 货几钱啊？不一样，好地方我都去了，太便宜我弄不来。那差噶许多呢？暴利啊！女人的嘛是嘛，侪暴利啊！不是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哎，白老师，侬现在讲的是老生活的节税的问题了。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吃得不吃得的，只有欢喜帮我欢喜。侬帮我还要讲哎，老精辟呀！哎，格老李啊，搿画我帮侬裱好了，弄到啥地方我帮侬送过去啊。就是想问问侬，还有啥需要我帮忙吗？啥意思啊？我想有人我飞一趟土耳其，让他老婆回来。啥意思啦？一天夜到呢是老酒喝了太多了，我还不当啥事体没发生过，下趟阿拉要做朋友了呀。本老师侬还吓我啊？侬想做啥啦？我没想做啥。不是。侬想太多了，白老师，又该认真嘛！不是，假使侬不需要我到土耳其去嘛，根本就结束了。哎呦，侬不要提我跟老公，帮侬比比啊，伊更加是废物一句，好吃懒做，公司车子不好好交开。哦，伊个公司啊，真是非法组织哦，运军火的。那么人家老屁们也不想养伊了，喏，伊要得起的钞票，侪是自家吃脱用脱的呀。啥个绑票啦？人家公司亏得了，屋里向不认得了，真。哎呀，那么人活了该就好。来，地锅呀，来吃辣椒。哦，我不吃老师，我也不喝酒。跟白老师讲再会。白老师再见。不
手伸了呀。白老师，白老师，侬是个好人呀。但是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个好人就要把伊蹲在一道的。我没。白老师，我老危险了，侬不要爱上我。嗯。我晓得，我晓得。我们吃什么好呢？那我帮你做排骨年糕好不好？九苗人，洋洋，啊，叔叔，哎，你不搞咖啡，搞果汁了？哦，这朋友的店，我来帮忙看几天。啊，那个朋友的小孩帮忙看一天。不是一般的朋友，他在追我妈妈。那你妈妈肯定很漂亮啊。很多人都追我妈妈。嗯。你好，请来杯吗？啊。啥人来了追咱妈妈？微信高头有一个叫金牌律师，还有一个叫海阔天空。偷看咱妈妈手机对吧？没偷看，我白相游戏不当心看到了。搿侬看到过伊拉伐？没看到过，就侬一个人锁了门，我就看到过侬一个人。勿叫怂。搿叫啥？搿叫登，登门拜访，侬懂伐？侬哪能晓得伊拉是在追你妈妈？说不定人家是那妈妈好朋友呢，对吧？嗯，侬喊什么呢？鸭子。洋洋，哎，给小朋友拿个椰子啊。啊。白老师，嗯，我告诉侬一个秘密，千万不要告诉阿拉妈。啥个秘密啊？阿拉妈是四岁了。啊。那侬告诉我三十八岁。你叫我跟人家再跟侬讲讲。要玩一会儿吧，啊？就喜欢口味啊？哦，我啊，哦，星空燕麦蓝莓。哎，你要回白根那对不啦？不要，我把他拉黑了。他是不是欺负你了？他那个样子能欺负人吗？他太妈宝了，他妈让他干啥他就干啥。这个我倒是能理解，他随我呀，懒得跟人家吵，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他不是懒得吵，他就是懦弱软弱，他就是很弱。他妈现在还天天给他介绍女朋友呢，其实明明我俩在一块呢，他不敢说。那你看中他什么啊？我要是个女的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你不懂，他还是很有魅力的。哎呦喂，但是他说他妈不喜欢我。他妈凭什么不喜欢你啊？就说什么你们上海人吃不惯北方菜。我这台前想好就是个北方人。那当初您主动提的离婚啊？哎，都过去的事情了，我们现在还是朋友。其实他妈人还蛮好的，他是不了解你，他要是了解你他会喜欢你的。是啊，不好意思啊。滚蛋了。快点补起来，袜子穿起来啊。哎，你功课都做好了，你还在困半个钟啊？不要紧，我已经太晚了，已经。哎，滚蛋。哎，啊？阿拉上头去，阳台高头吃根香烟。哦。哎。那天夜里看到幅画，心里有点难过嘞。为啥啦？到了我年轻的辰光，没最吃这一套嘞。那么现在呢？侬讲呢？现在也可以。哎，夜里这趟要跑啊，要回宁波去了。你不是意大利人吗？我可是意大利呀，原来我想来了宁波做生意，他要回去继承家族企业了。
哟，也有一个家族企业啊。马背向头呀。所以我都多出来只小间。嗯。二楼嘛，有间房间是带卫生间的。我想，要不然让拨㑚。我的房子嘛，离马亚读书还蛮近的。侬不要跟㑚妈蹲了一道了。房子无所谓啊，亚历山大也没收过伊钞票。不急啊，侬想想看好了。小姐姐，我和你说件事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其实我不欢喜跟女小人白相呀，真的，我妈不知道。这种事儿我不想让我妈难过，所以我才来的。是的，我可以证明的。哎，你看，男孩子哪有像她这样化妆的？画眉毛、画眼线、画眼影，还要涂唇膏。哎，但是你不要告诉她妈妈，你告诉她妈妈，她妈妈就疯了。那两个人寻我开心了，搞啥么子？侬哪能来了呀？老吴叔叔约我来的呀。哎，你不想相亲吗？你可以不用来的呀。那你去跟你前妻说了，我能有什么办法了？你把我爸再买了？喂喂，但我已经买了。谢谢亚叔，你最好了。我先走了。哎，好好好。那不个讲我年轻的光一样啊，钓女王又钓了很快，闪电一样，啪叽啪叽。哦呦，那个时光我叫小联合国那几嘛。哎呀，一个苏丽啊，一个德国，一个克劳迪啊。对对对对，哎，这个女啊，比洋洋在嗲。洋洋哪能啊？洋洋蛮好，就洋洋不太好，你养牛小伟。这港贵的洋洋的状况才叫时髦。好好好，哎，侬看看看电话铃了啊，我德国女朋友啊。搿到辰光不走的闲话，就台子也真拆脱了啊！搿叫人家哪能吃饭啊？要吃饭啊！废话了，这个是人家餐厅的。哎，拆脱以后哪能介吃饭做生意啦？哎，别听我讲，这个呢是人家正宗的 art party， 是吧？老朋友通通喊过来，一面吃老酒，一面欣赏艺术。我再看看，我还是先走了。这多饱呀！嘎嘎闷啊！啥人啊？侬不睬人家了？俺的我好朋友。哎呦，吵相骂了？不是，个叫啥？不老实。假使我有俺的，但是我又认得了，个贝贝叫 Dennis。各种情况，中文叫啥？中文叫什么？叫背叛啊。哦，那么我背叛了。哎，不不不，说错了。啊，你这个什么都不算。哎，叔，走了啊。哎，我去了。来，小大，米好变成哑狐狸了，疯了疯了疯了！
我爬不出来了呀。我买衣裳辰光就跟侬讲，买件深颜色的，对吧？你号称看不出来，那么侬好了，侬非要白颜色的，卡不脱，哪能白天世界？哎，不急不急不急，哎，跟我来加加工啊，肯定比现在好看。哎，那里头坐，我来烧菜。哎，不要麻烦了，白老师，叫侬这小人已经老麻烦侬了，今天不吃夜饭了。啊，不是，加上米饭我随便弄弄的呀，大家买也吃不多的，对吧？那么还要去趟英文课来，来不及来。哦，上课要去。我帮他准备个点心。不要了，不要了，白老师，真的不要麻烦了呀。哎，不好意思啊，我最近屋里向乱七八糟，生皮也寻不着了，我陪侬啥？哎，寻不那么正好呀，正好生儿子穿了噶许多年数要掼脱了。嗯，要陪是要陪啊。不是啊，白老师啊，有种么子嘛，该放手就放手呀，不是在那个讲断舍离嘛，对吧，白老师？阿拉走了啊，走了，妈呀。哎，师傅。哦。妈呀，侬到院子里白相去，妈咱马上出来，去吧。你要断舍离啊？为啥啦？不要舍呀。这是哪能不要舍呢？一生儿子嘛，只好陪人走一段路。那么我要去的地方，穿一双鞋子嘛，不合适。我到啥地方去了？太难嘛，就不要去了呀。阿姨把年纪老，不大好再走老路了，侬讲是吧？哎呀，我觉着年纪轻了，侬还想不想？搿搿见面敲，搿鞋子是名牌还是要赔的？不是，白老师。淘宝货200多块就买了，不肉摸呀，真的。阿拉走了哦，走了妈呀，走吧，老师再会。哎，我上次帮侬讲房子事体。阿拉现在来得及，快点走，走走走，快点，快点，来不及了呀。刚刚烧好红烧肉，油焖笋，蔬菜跟锅肉我摆了冰箱里哦。哎，侬自家去就好了，不要帮我拿过来。那不要拿我当么子啊？特别是我不辣的辰光，不要随便拿我当么子啊。侬听到不啦？外加人家陪陪也不要。啥人讲我不宜了？我自家用可以不啦？搿么侬啥光棍节日子去做啥啦？我以为是伊留下来的。哎，我跟你都离婚多少辰光了？复婚也是有可能的。不可能啊！侬想也不要想，搿句我摆了，怎么可能了？喏，要看你好，你要买啥么就里头买，不要拿我当么子。侬儿子有别的女人啦？侬都看不成，吃都不成。他人家养小人，介小的小人，侬有个体力有个财力伐？那还在乎事？我才看见了，衣裳也穿好了，侬儿子晓得伐？范范晓得伐？他人家养小人，自家小人还没养好嘞。哎，我就养哪能了？我体力好哪能了？侬不辛苦，侬不辛苦，侬不辛苦，晓得啦？哎呀，你慢点跑，慢点跑，多谢多谢，慢点跑。新啊，新啊，侬想送不上你，送不上你。啥水滴？阿姨，哎呀，阿姨，你别再拿我的大头膏好吗？那个英文包装的洗头膏是我的。啥人拿侬大头膏了？侬自家么子摆到自家地方去。书记长，书记长，哎，怎么了？哎，我告诉侬啊，侬现在真的是年纪大了，眼睛花掉了，侬看样子不正了。侬儿子刚上见面交，讲啥赠品10000多块，我告诉侬是假的，淘宝高头买的，2000多块。啊，我地方了，那不要急，深呼吸，好吧？哎，是这么回事。哎，侬还记得不啦？上高跟皮啊？上次当侬讲200多啊？人家女的自家讲的呀。有得毛病哇啊！我啥人啊？
啊，我是巴黎世家哎。巴黎世家？有啥巴黎世家？我休啊世家哎，阿拉三代人的兴趣哦。我当时讲不是吹牛皮哦，我就眼花是花脱。我还是蒙的时候真的讲，哎，两把都想得。误解了，误解了，三代的信誉通通毁他，好吧，我他再不相信侬。哎，哎呀，侬不要跑呀，侬什么什么什么，侬怎么样？那事体没噶简单啊。那么，伊是不是晓得侬在伊儿子弄落脱了？晓得呀。所以帮侬讲的是两把都会逃跑货啊。啊。巴老师啊，侬搿趟子终于对了，我错了。啥意思啦？啊，不是讲看儿子哦，搿个女人我看错了，好人啊。另外，侬想想看，搿明明真的有事讲讲，人家不想帮侬整了呀？不可能啊，真的讲我也看得出来呀。搿么人家是在侬释放个信号，又不想气侬了，侬肯定把伊压了了。我就想拿房子借拨伊蹲呀。侬啥物事？拿房子借拨伊蹲。搿还借嘞？我哪能想得出侬啊？阿姆斯特朗讲过啊，可是侬一小步，跟人类关系的一大步，侬晓得吗？啊，我这个女儿我吓死的了。我没想噶许多呀，伊跟那老娘蹲了一道的，屋里向一天时间。男人的问题啊，就是想了太少；女人的问题呢，就是想了太多。小朋友，侬噶懂，侬哪能没寻个女人啊？就是因为太懂了。所以才选择你家头，哎，个名字侬听过吧？听过，听过，我晓得啊。哎，你哪能噶不谦虚了？好了，谈好了，全部搞定。那，搿趟侬总归满意了吧？啊，哎，看看，看看，搿只地方，那我通通把它得得得得好吧？哎，哎，妮妮，搿杯酱通通把满。哎呀，我们讲勿来塞，勿来塞，全部。哪能回事了？啊！侬能脑子不大清爽？我怀疑把两个女人白相坏脱了。侬自家寻个地方不对呀？怪人家抓了。我就怪伊了。搿老头要啥物事？啊！老菜皮空虚，侬现在杀手当蜜蜂还还勿脱。搿李小姐呢？吃过西餐，开过眼界。我讲拨侬听，伊就是拿侬挖空，侬也勿能跟那两个女人送到英国去。因为搿做梦是神神不知勿晓得想啥物事，跟上海女人那搿副精神是一家别。哎，侬快点，快点，快点！我根本就勿懂人家，侬想的啥物事？侬搞过多少女人啊？侬跟我勿一样啊！侬太好骗了。我是勿想拆穿侬，是我勿想拆穿侬。你最爱讲自家女人多，还勿是侬编出来呀？啥苏里德国克罗地亚，侬在那真呀？侬已经疯掉了，疯掉了！我不搞侬讲的了。哎，苏菲亚罗兰，侬管编编了介许多年数，那骗啥人啊？当然是讲出事啊！侬跑到意大利，啥人认得侬啊？当时人家搞侬匪帮，拿侬关到意大利牢监里头去。你冒充东京东尼的，侬东尼人吗？东尼的吧？你看侬寻啥港地方？我寻啥地方？侬个我就个水平，没下浪肯办，侬管我啊？根本就不想办护照。不是不想，侬是不管，人家不晓得，我不晓得。我不是我家的，冒充啥出租人？我讲不侬听，侬个事体我再也不管了，不要侬管。侬个我过到老年活动送你想去。我想啥地方啥地方。那么从此以后我看侬哎，我看了Thank you.
我在外头忙，我就不客气了啊。不来我弄啥弄啊？回去来，等我啊。啥话题啊？好看吧？哎呀，没啥么子，就囡囡人有搿眼事体，翻过来翻过去的讲。囡囡相信大概就是搿副腔调，伊拉脑子里女人就两种，一种么垃圾，一种么嗲妹妹，一种么是伤害过伊拉坏女人，一种么是像伊拉娘一样好女人，好的嘞，没啥念头。而且最后不管何里种女人，侪要寻个老实男人嫁脱。哦，女人嫁勿脱么，陷害真嘞。哎，搿男导演也是觉得自家老了解女人啊。我是搿样想的。我那讲真的是，我为中国男编剧感到羞耻。那讲我觉着应该代表伊拉向他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把老师侬列出来道歉嘛，男人要讲侬背叛同胞嘞，而且我得讲侬不像男人。男人像不像男人，因为蹲在女人面前装出来的。哎呀，把老师，侬真的是死心哦。哎，死心对不？是女人一直来帮我上课啊。看出来了，何老师，侬人生路高头女老师不少嘛。年纪摆了搿搭，讲没嘛，肯定是骗人的。前两天刚刚不上过课，反正学到老学到老。虽然交关事体我还不理解，但是我还都没叫他去消化。哎，何老师啊，侬看自家画廊哪能啊？李小姐帮侬搞定了哦。保证啊。搿收钞票了，张丽萍。这啥闲话了？把老师的话等到转场嘛，是画廊有面子呀。卖脱一分嘛，把画廊分点提成就好了。等下我叫老板来帮侬谈。开门我帮侬搞定啊！我上过老杜商学院的呀。哎呦，碰着别的男人哦，肯定不接受的呀，因为伤自尊了。但是阿拉把老师接受了一样，对吧？对了。跟我去想想好了。想啥了？又没弄钞票了。不要再讲了，我还能来啥贴？我就告侬约好子到中五路跳迪高啊。我叫侬来帮我修修我。怕啥用啊？过了隧道会搞的，是黄龙眼吧？地方寻到了，我礼拜别转来。啥人？侬讲的两个女人。落啥地方？哦，现在晓得要黑文文了。啊，黑文文算了。搿么辣啥地方了？外滩啊。外滩。公园里向，露天转来了。哎，叫侬帮我修，我们修我嘞。哎，我介许多事了。搿么我要了解清爽辣啥地方勿啦？出专人是讲究专业个呀，要根据勿同个地方、勿同个光线、勿同个人群来改个呀。沙家室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没得管，外滩日报，根本是正宗画廊，搿是要好叫改改，爸，像搿种画就勿好随便摆上去。那啥物事就搞了？我还有客户中呢，搿能介，今朝呢，我告侬先整体过一遍，明朝阿拉去看场地，随后阿拉一副勿好叫改，搿只大工程，我吓侬侬啊！明朝夜头头，我叫伊拉两家头一道来吃夜饭，收拾谢谢伊拉。侬一道来不啦？我搞两约脱了。再讲。这个我问侬，这个我这个名字侬想好了？
没想好要去丹根村。一条老路啊，要有点朦朦胧胧，讲不清桑感觉。不辛苦，不辛苦，我真的不来塞，那个老楼子楼啊。哎，倒点水呀！好好好，可以。来个什么？对。这么是年年前头是房呀，哪能还值得现在做出来子？你啥呢？我路过呀。路得屁啊！路得做屁！哎，侬看到过多少年品啊？啥了？侬罗工去过啊？大都会去过啊？过去还没得过吧？艺术是有门槛的，晓得吧？不是随便啥人跑得来瞎掺和事啊！你们搿激动着！我侬读过书伐？我们北方电影学院毕业的呀。随后呢？随后我还抽过丝。后生来呢？买了枪，电子枪瘾。现在呢？现在我美院里想做先生呀。喏，咋啦？侬看到伐？就是那帮人。侬不要激动。哎，专门无人之地，中国年轻人的审美就是被那帮人搞坏脱了。哎，等了，等瞎掺和事，你走伐？侬再不走，我送侬门票。我神经病伐？啥人啊？没啥子缺陷。嗯，还网高头搞人家烧菜的啊？我妈让我来了呀，做啥啦？我出门子呀。这是眼线啊，大哥。你看你现在承认画眼线了吧？你不仔细看你就看不出来的了。看不出来的话，他干嘛了？我眼睛哭肿了嘛，这一下还不行吗？哎呦，你不就是让人家拉黑了吗？一个大男人，你哭什么哭？你至于了？儿子。哎，侬哪来了？我这两天有客人啊。客人嘛，客人来帮我一包的啥了？真是。哎，你要来了。哎，这都吃老酒了，今朝不吃老酒。来了，我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啊，这个是白老师的公子白哥。哎呦，白老师公子马相刚好啊，以后长得像妈妈。哎呦，拿水来，拿水来，我看你帮人家倒水了。人家招待客人的呀，站起来。你过来，我有事帮侬。哎，就等侬在讲嘛，好了。我帮侬讲。这不是我意思，是他娘意思。啥事体了？伊叫侬那个房子过给儿子。啥房子？搿套房子呀。脑子有毛病，我活辣海了，我是单身了。就因为侬单身呀，侬还没结婚呢。不晓得嘛。那老娘帮我讲，侬有结婚的打算，搿么结了呀？工资是跑了好几趟了。你个季老啥个啥个？哎呀，氨基酸就能刚刚举起的。哎，你就敏感肌，氨基酸就特别好。而且那个卸妆水啊，千万不能用带酒精的。我怎么知道没有酒精啊？就你摇啊，里面如果有泡沫，就没酒精。哇，这毛病加起要结果，哎，跟侬帮看看我这面孔呀。姐，你有点混油皮。混油皮啊？你可以用皂基的洗面奶洗。对，然后呢，你那个卸妆油一定要乳化彻底。你乳化什么乳化了？你不要乳化了。什么油皮不油皮的了？哎呀，你不要说话了，我们再跟你儿子学习美容知识吧。那更要知识啊？好啥知识了？我自家讲嘛，我到了学到了，就讲呀。不是一天到晚搞化妆，弄成男小孩不像男小孩了。男人不像男人，侬晓得不啦？哦哟，侬哪能噶不懂劲的啦？搿啥个时代了啦？男小孩用化妆品哪能就不是男人啦？就是讲只好男人用，勿好男人用啊！哎，对对对，你这个是有点性别歧视。我不歧视啊，我最尊重女性了。我是觉得像搿种小巨头，伊没资格用女人化妆品啊。哎，伊要搿勿算化妆咯，又没脱面孔，没脱口红，侬讲对伐？就是讲呀。我就是爱化妆，怎么了？你不自己也爱美吗？啊，去买些时尚紧身短裤自己穿。阿德叔叔都跟我说了，还把淘汰的花裤衩给我，还骗我是外穿的。我能不知道吗？我是美妆达人啊。呼吁，这娘娘吃少饭哦。你这小鸡头，哎，把那牙底面子好吧？哎呀哎呀，白老师阿拉肚皮饿了，侬快烧菜来呀！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好嘞，不要生气。对儿子家想做啥啦？
因为伊要过河了。哎，我晓得，我晓得，我不是针对伊啊。你放心，那老娘面的我会得去讲的，叫伊不要操心了。反正做侬搿副腔势呢，结婚还早嘞，对伐？侬进来坐啦。是你让我进来的吗？那把这盘菜端到外面院子里面去，美妆达人。真啊，真的是索菲亚罗兰啊！侬听伊讲吧，我已经听伊讲了十几年了。侬哪能不讲伊里向不要太热了啦？啊，我跟侬还有互动啊！老吴们最会得拐浪头嘞！哎，我在这里声明一下啊，伊丽莎白泰勒玉婆跟我是清白的。根本是索菲亚罗兰了，啊，卡桑德拉大桥，卡桑德拉大桥，索菲亚罗兰啊，是不是他死的事情啊？我昨天朋友圈刷到了。有话敢不敢啊？这些你们都不知道啊？这是索菲亚罗兰片场晕过去了，被送到医院里面，听说没抢救回来啊，不知道真的假的。哪里在听懂我搞新闻啊？你不要乱讲。你自己看呀。八九年的辰光，我廿三出头一点。我到法国去留学，后来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读书。第二年放春假，我到罗马去旅游。走法走法迷路了，我就沿着威尼斯广场往前头跑。跑到一条小弄堂，一记头看到伊，坐了面吃咖啡，就是巴黎马路边浪向搿种小的咖啡馆打牌嘛搿种。伊看上去四十几岁，我当时光不晓得伊啥人，只觉得有眼。寂寞，我就走上去问伊，我讲，侬晓得这个菲利尼个电影《地面生活》里向个喷泉了啥地方吧？伊太阳眼睛拿下来，讲我带侬去，我好呀，阿拉就七鸟八鸟，路浪向讲脱交关闲话。伊讲伊心情不大好，我讲哪能不好？伊意大利语叠了轱辘讲了一路对，我一句也没听懂。等到喷泉寻着子，天也黑下来了。伊讲伊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山路，伊欢喜菲利尼的爱情神话。我讲我没看过，那侬想看吧？我讲我想呀。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啊，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有，伊一直没帮我讲伊是啥人，我也不想问了。我想伊总归是个有夫之妇了，搿种天勿好问了，对伐？第二天，伊带我去了饭店讲；第三天，伊帮我讲要到美国去工作。我讲阿拉啥辰光再好碰头啦？伊讲我要搞碰头，我对呀。讲了最好不要碰，搿能讲呢，我就一辈子记牢我。我讲不会的，我是浪荡子，女人多得是。伊讲，侬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中国男人。我讲，葛末侬就好一直记牢我嘞。伊讲让我试试看。一跑脱呢，我的路也坍塌了。回到巴黎，我跟阿拉当时女朋友讲，阿女朋友苏联人，叫娜塔莎。我讲我犯错误了，伊光头夫帮我吵，还骂我是社会主义叛徒，还动手打，我是打不过呀，不想打，不想吵，就讲伊分脱了。那么索菲亚呢？侬啥辰光晓得伊就是索菲亚罗兰？我告诉娜塔莎分脱以后呢，我心情不大好，啥倒不进去，就马路高头瞎兜，夜里就困在电影院里向。天子夜里向呢，半夜里醒过来，我一看，
荧幕高头居然是伊。这电影我记得老清爽，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是伊，绝对是伊。后头我回到学堂里，我问阿拉同学，我讲搿人啥人啊？伊拉讲伊是大明星，欧洲国宝。我到现在还没看过《爱情生活》，晓得为啥？故事好听不啦？我编的呀。别进来了，别进来，别起来，别起来啊！得干，得干。做啥啦？哪管他吃呀？不要盯着我呀！A sweetheart, brave and true. His hair was dark as dream. His loving eyes were black. He told me that he loved me, and he hoped to prove this so.走了太急了，人家索菲亚路来转危为安了，结果侬入土为安了。平常欢喜急出来，我搿闹忙，搿种事体也好搿闹忙啊。哎，乖，再吃杯老酒，啊。没想到亚素真是这样，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要是没了我们，他得有多孤单。就是呀。哎，为啥老吴老早有看中搿块地方啊？你妈就欢喜跟人家不一样呀。我讲老吴，你讲到索菲亚罗兰是真的伐？假的。你之前的辰光就八百多进村了，我觉得是真的。生活里头还有得了噶许多爱情生活。哪里去了？哎，我问过白白了，上公共电视侬没发现啊？我娘把裤衩忙买脱了，噶新的电视被伊做啥了？那又不会得复婚，侬自家讲的呀！快点拿房子事体弄清爽啊！不许写别个女人的名字，要留给白哥的。侬放心好了，我不会得跟人家结婚。白哥要房子的闲话，自家躲起来才舍得去买。这个房子又不是侬赚的钞票买的咯，那外公留下来，侬自家买的房子，两套亭子盖。洗出以后才是白。哎呀，侬蹲在搿种地方讲出蛮多闲话，侬实在不呢？
老吴小黄对吧？是这样，我是欧洲一家房产公司的代理。这个老吴的房子啊，是由我们公司永久免费借给他的，直到去世，现在我们要收回了。什么时候的事情？1990年至今。那你们背后的人是？不方便透露是吧？是的，是的，是这样。 这个是老吴生前最爱喝的酒，就送您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合同要签，麻烦了。好。哎，好。呀，是暴露来了，还是太重了？嗯。白老师，新电池吹起来了，喜欢吗？我也要换一个。 再往那屋顶帽子好吧？现在夜到头，我里向弄只最实惠，今天下老吴，侬到来不啦？好呀，我过来。老吴的事体侬节哀啊！不过我觉着伊的爱情故事是假的，生活当中我不相信有这种。 我就搞清爽了，的确是假的。一个人有论说，其实我一直晓得是假的，只不过我不想说出来。侬谈伊真的？哎呀，我都烦死他了。现在好了，亲人，你碰着像一个啥人，晓得？啥事体也看不惯，啥人也看不惯，气也蹲了背后头骂三了。老早子我跟伊蹲了一道，有交关好朋友，现在人家侪不睬伊，侬干嘛要跟伊聊？你干嘛要听伊讲呀？ 就上我来我了，因为侬是伊最好的朋友呀。伊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觉着侬也勿要太难过了，伊是跑了老突然的哦。但是侬想想，伊没受过啥痛苦呀。而且我真搿两天来想，觉着老吴搿一生哦，过了有多精彩哦。搿是没办法跟伊。
sempre una bella cosa, poi il problema è un altro. Qui questo non è un film di Fellini. Avrei ragione, però forse qualcosa c'entrerà, altrimenti perché l'avrebbero messo qui. Sì, dai, però non puoi usare il nome di Fellini oppure di qualche altro personaggio famoso solo per prendere in giro le persone o attirare più pubblico, dai. Se lo stesso autore fosse d'accordo, ho i miei dubbi, dai, per quel poco che so, insomma, non mi sembra che avesse proprio un buonissimo carattere. Secondo me lui non sarebbe stato disturbato da queste piccole. 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声音像水，哦，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再需要人。让我有安慰，逐渐学着重新和自己。
黄昏，何不承认从未到的灵魂，命运斗转经历多少一分，夜路尽头怎会有一扇门，先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故事纷纷飞扬的星辰，选择相信清醒的是我们，光影辗转如灯微微。